现场就是大家今天准备的礼物。我不想太尴尬。环球影城，真的吗？真的。走，走，出发。不知道该说啥，无语翻倍。
表。哇，机遇大奖，机遇大奖！饲料才真知道，你吃的盒都没有这么小。哇，是绿水龟。跟我想的一模一样，绿水龟。买不起绿水龟，就带绿水龟。知道，啪啪圈。可帅可帅可帅，我喜欢这个。什么兴趣？黄标手表耳机。可以量身定做黄标耳机。我有点不相信它是耳机。什么？这音响吗？这根本不是耳机。自己看，上面写的巨型蓝牙音箱。那自己弄起来的音箱，而且只有一只。只有一只，大狗的，哪儿了？你在里面呢，你要吗？啊！下一个，我就不信没有一个真诚一点的地方。手表不真诚，你都不喜欢？什么手表玻璃吗？我都戴上了，都喜欢。不喜欢还不能说？太惨了，小事。拼图计划，一年次无限。帮你营业啊，太棒了！帮我营业，我看到了，这后面写的帮我营业。好，最后一个，这是压轴的，高级莱卡胶片机。英文。对，我以为放型号。耶，我今天的礼物用完满意吗？满意，谢谢大家，我真的好感动啊！还有另外一份礼物，对，之前是不能来到现场的人为你准备的礼物。文艺们，是他们也准备礼物了吗？对，上礼物。等会儿，戴镜。你好呀，林一，这是早上7:30的北京，我的上班之路。嗨，林一，我的周末就转完了，没想到第一把就有1时2秒，然后又来了第三个、第四个，最后撞完了一小时，把好运送给你。第三年，林一生日快乐！谢谢。今天要跟你分享我最喜欢的一部书《哈利波特》，我可是一个忠实派，他的书跟电影都非常的优秀，而且看完还可以去北京的环球实地感受一下。超级棒，一定要去看。我是美国，今天想给你推荐的书《Let's Drink and Ramble》，我非常的好读，非常感伤。我昨天去泡了温泉，冬天泡温泉特别舒服。现在你在工作之余也可以去放松放松。有什么礼物虽然没有办法送给你，但还是想跟你分享一下。一只小老虎戳戳乐，一只小老虎戳戳乐。林一叔叔，林一叔叔，你先听歌，我先唱歌。一只小老虎戳戳乐，香叶发肉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这个是我今年收到的最有意义、最感动的一份礼物。然后最感动我的地方是，能在这个影片里看到大家对我的生日祝福，还有是。感受到大家在全国各个城市，或者说甚至全世界各个城市里面，大家都在感受到大家都在很努力的去生活，然后大家都过得很好，然后也有自己的坚持，还有自己做的事情。看到大家拍的照片、画的画，还有人养猫，然后看到了很多我去过的地方。对，一些城市我也去过，也做过跟大家做过一样的事情，就像做蛋糕啊，
还有唱歌啊什么的，对，能够在看视频的时候感觉到跟大家有这种重合的部分，让我很感动。然后我觉得大家也在很好的生活，很幸福很开心，也希望大家可以像我今天开这么开心一样，然后每天都可以像我今天这么开心。就像刚才那个在影片里有看到大家说，就是也希望今天能拍一些好，拍更多好的作品，然后能让大家看到更好的我。大家送了我这么一份珍贵感动的生日礼物，然后那我给大家唱首歌吧，唱我会唱的都唱一遍吧。那个暖暖，刚才是不是有人唱到的？对。帮我拍个手啊。我想说其实你很好，你自己却不知道，真心的对我好，不要求回报，爱一个人希望他过更好，打从心里暖暖的，你比自己更重要。我知道了，一定有反转，就是这边有真的耳机，真的水鬼，真的莱卡，对不对？我都看到了，这黑盒，一看这是什么高级礼物。